台北爱情捷运系列。这位是我先生，谢谢你啊，我太太的电脑靠你帮忙了。你们家的狗好可爱，好像都不会怕生哎。唤醒恶魔的料理，承认了吧，遇到了对吧？白欣慧，我觉得我被困在你的梦想里。钟成汉，你不觉得我们两个人日子快连室友都不如了？最美的错误，最危险的瘾，统一面小时光电影院，傻瓜与睡美人，4月9日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